想不想我过来抱一个？快点！哎，嘿，我说你俩欺负我没有女朋友是吧？啊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给我喂我狗粮！快走！哎，对了，帮我把行李拿回去啊！你俩不走是吧？啊，行，我走。 真讨厌！想不想我？想。嗯。啊。来。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嗯。大家看看。从哪儿买的？做工这么粗糙。我自己雕的。 你自己雕的，你怎么雕个这个？好可爱！我爸爸是个木匠，经常给我做玩具。这个是他手把手教我雕的。哇，你属猴，所以你爸教你雕了个这个。小的时候还有好多呢，但是都不知道珍惜。 现在找不到了。小的时候总是丢三落四的，嗨，没事儿。等以后空了，让你爸再教你雕几个。我爸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。啊不，没事儿。 已经过去4年了，所以把它送给你，你就收下吧。可是，笑笑，这是。 你爸留给你的纪念，这对于我来说太贵重了。贵重的东西，难道不是应该送给心中最珍贵、最重要的人吗？而且你是猴子呀，他送给你正合适。哎，我以后叫你小猴子吧。笑笑。 这个是我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谢谢你。 哎，你宏观经济学要补考，你复习了吗？我。 赵雨环跟你说的吧，我肯定复习了，你别担心了。你要是这次再补考不过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书？嗯，我保证考过，不让你丢人，好吧？好。小小，嗯，我想你了。